Hello, 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星哲。我最近在忙什么？我最近在忙5月11号啊，第一场小巨蛋演唱会，等一下就要去彩排，乐队一起练习，然后也忙健身，然后也忙唱歌课，很多东西。五月的演唱会，大家会看到我跳舞，然后是跳那种很猛的舞，我自己都要去突破的那种。我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完全傻眼，因为那个舞蹈真的是太难了。但上完第一堂课，老师竟然说我好像可以。对，目前都还在努力的学习当中，然后希望在当天可以吓到大家。我理想的感情状态就是开心、平安、幸福，不会想要太怎么样，就是平平安安。我是一个很宅的人，在家里平常喜欢不管是打电动，或者是听音乐、古典或者爵士音乐，看电影、看 TV 都很喜欢。